犹太，你打不了这个段位就别打了，天天震慑在玩什么呢？真的不知道你在玩什么。我来看这个犹太真的太坑了，以后遇到他一定好好举报他，简直太魔鬼了。然后这边的话被别人刷几条也是活该，哈哈哈哈，没个办法好吗？没事，直接刷血条没关系。可以休息去了，不用管我了。加速啊！噔噔噔噔，我跳出来了。哎操，他骗我靠，我们这边飞轮飞好一点就够了啊，飞轮飞好就够了。过来摸呀！哎，怎么下不去板子呢？不有事儿？我操，这死还这么嚣张啊！可以可以可以，所以我不蓄力了，你知道？我不蓄力了，你知道？我怕等下蓄力，等下他以为可能要交球，你知道？我靠，这不是很好？杂技不是谁有脑吗？无脑六鬼哥。瞅他那傻样，我靠，太无脑了，杂技太无脑了，玩杂技太那啥了，玩杂技比起来就是你就会知道多舒服，我靠，这个能够跳窗的这个位移太爽了，比这小家这博弈也爽多了。